BT 版出了双人模式这件事，想必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。我苦思冥想，思考出了个全新玩法，虽然也算是老活新整了，希望给大家双人游戏带来新思路。那既然是新玩法，老大总不能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跟我玩双人模式吧？去去去，我自然是邀请了嘉宾了。各位小僵尸，把他的名字刷在弹幕里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天才少女小娃娃来啦。Oh my god！ 那么就由小鬼头我来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吧。今天的游戏叫互选大对决，每个人都有八个格子，前四个都由对方帮自己选择，后四个只有两个自己能选，剩下两个坑由观众朋友们决定。每期抽两个观众评论投稿，在后面的节目中作为投资卡池抽取，然后开始双人对决，选卡坑不坑就看感情深不深了。希望选手们都可以理性互选，坑人者容易人恒坑之。游戏开始之前可以制定小惩罚哦。惩罚就定，如果输了的话，要说一句至少20个字的句子来夸赞对方。那你输定了，这局游戏我志在必得。我还挺想听听你怎么夸我。想的倒是挺美的。臭不要脸！双方帮对方选择的结果已经在我手上，我现在开始放到选择栏上，然后还有本期默认的两张卡牌。你这好离谱哦，怎么那么多近战卡？相比之下，我也太善良了吧。寒冰豌豆还在减速呢，他也远程，不是他你礼貌吗？那么现在开始补充自己要选择的卡包。我选搏击手和贼科技兴奋剂。我选小娃和双子向日葵。君子协定，一人先搞一排资源，然后再一排防御再开始。可以可以呀。啊，这墓碑里怎么还钻出来僵尸了？嘿嘿，赚了赚了。年木真胆耍赖了，这叫机智。我音波攻击。不要着急，我还在下大棋。哎呀，土豆雷放错了，我要放无相弹来着。嘿嘿，趁虚而入。我的小队车，我太难了。嘿嘿，两辆小推车啦，你现在可以开始想怎么夸我了。别得意，我还长，走着瞧。2000 years later， 这国际僵尸怎么还没推不进去？急死我了。3000 years later。啊，我的棋子啥时候掉了一个？ A few moments later。 再赶紧造个亭子压压惊。人海战术来吗？哎呀，脑子完全不够用啊。又掉一个棋子，哎呀，亭子造歪了。没用没用，我的防线已经完美了。恭喜小蛙姐率先推倒僵尸方三个棋子。啊，我怎么记着有人得夸夸我来着？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。我能想到可以与你并驾齐驱的美好，大概就是在璀璨浩瀚的星海中，你是最闪耀的那颗星。更令我为之雀跃的是，你竟然只对我一个人眨了眼。